我又刚好疼啊，天都还没亮，干那个床喽，等我睡醒了嘞。那你睡醒了，床都上来哟，过节了，马上就买点好吃回来噻。买好吃了，省你多带点钱喽。那再弄点包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哦，你看人都好了，这街上人山人海的。要过节了哇！嘿，我是好久没看到这种过节的氛围了哟。城头工作生活久了呀，慢慢的都淡忘那种传统节日了哟。亲戚之间走动也少了呀，年轻人其实更宁愿去过啥子情人节啊、圣诞节这些了。只有我那种农村娃的才天天盼到过那种传统节日。看见你买好久没买完了哟。要得要得，你吃不吃粽子啊不？粽子好多钱一斗？来一坨，够了不？好甜了哇！走婆，我要吃那个，快点！我称点的啦，称五块钱的哦。好多啊，6块钱的。六块，来婆婆。走哇，嗯。啊，葡萄看起好好吃哦。他们那葡萄好多钱一斗？13。好贵呀！可以上不？可以上啊。你上。你干什么？听你子啊。听你子卖16.5。这个也是自己摘的吗？哎，2斤半。哎。你是去了？嗯。你叫包谷回去，包谷好多人听到。要包谷，好吃好吃。看到你本人来呀。好吃，土地又浓。要几个婆？买点素肉给配。这婆，我你买盐蛋。要多。我拿个7-8个了。10个嘛，15块钱。要得，拿10个哇。这个粽子都贵啊。这点粽子好吃嘛。买那个来的。走婆，我给你称饼饼，你喜欢吃那些饼饼了哇？好不好吃？你看这看哪种好吃的呢？那种要不要哇？那种桃酥那种，那种哇？我吃香甜酥酥的。都是那种的。真的哇？看一下，今天多称点嘛。啊，这些吃可以。那种你吃得动不？我吃不动的，你吃噻。那个是脆的哦。好。28块。你看。好吃不吃？没得吃，我天！炒米线不？嗯，还是那哈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了，好吃些，是吧？我一杯10块钱。走婆，我要去吃那个李子，啊，李子看到好乖哟，脆了趴的哟。你上一个路10块。嗯，8块钱吗？哎，对头。你喊老年人开钱了，他1块钱了，一年能赚到钱。你看，你还想吃哪个哇？香蕉肯定吃。香蕉啊，西瓜吃不吃啊？想不想吃？回不到了噻。那你负责开钱，我负责帮你搬运。西瓜那种好吃的嘛？你买个那起来的吧。买上去。甜不甜哈？保证你甜的那个。那儿不甜要退货啊？不快问我啊！你不快跟他？对头，真对头的。走啊，你去看哈有你喜欢的没得哇？因为买双运动还来穿哈哇？穿起我晚上要去跑步。你看哈，你想买哪种？想买黑的去。全部都是黑的了哇？穿的那些白的噻，穿的羊盘的那些。嗯。那些穿过没有啊？穿起走路可以，你试哈哇？运动鞋穿起好走的。说这个哈。好帅呀！我80年代还穿到几双哦，够啊！要那双哈？对，够啊！那个好多钱？这原价200多嘞。150。穿起走啊，亮亮还是给你装起来那个。穿起走。穿起走啊！走我你看买吃的，我来碗凉面呐，你要吃哪个？6块不？你右边的我的钱吗？6块。我正在跟他当搬运。你吃面吗？吃酸辣粉了？这凉面好热哈嘞，我想吃凉面。喜欢吃凉面。看到好我有热气腾腾的，开起来没有老板？好，好吃吧？好吃。我来说了，我哄你。嗯，好香哦！那种年轻人喝多还包不来，它的花生米哇红的不？你买哪个？买花生来，这比我这好点，香吗？45，一箱好多瓶嘛？12瓶，这块的嘛？满瓶了。走啊！起码要吃几天的了，那你吃完了再来买。来，公主请上车。有100多块钱。你还剩了好多？还有1000多块钱呢。也剩，你还带的多啊？一下带钱的。早晓得该还多买点那个。够啊，这样用吧。